什么要刺青啊？他算是穿衣服呢，还是裸露啊？如果我说我身上某个隐蔽的地方有刺青，你们猜会在哪里呀？所以，人刺青很性感哦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快点睡了，你这个丫头。有啦，我十分钟以后就睡了哈。所以你会期待他在哪里呀、啊？如果你想探索更多，请购买独占点数哦。小舅在等我了。哎，来了，来，先来跟姐姐说，你今天做了多少牛轧糖？哦，今天这群小孩子哦，做了十几斤牛轧糖，哎，很好吃哦。要就请了。哦，好。十点半就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好。十点半。好好好，十点半就请了哈、哦，来。十点半就请了。就请了。弟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对了，朱子，嗯，为什么大家都叫我阿青，你却要叫我弟啊？因为我是你姐啊。不懂。你看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哦。
这图怎么样？哦，好凶哦。嗯。可是那个人不是每次都赖着你不给钱吗？不过他今天拿钱来了哦。每个资讯背后都有一个秘密，作为测情师必须了解这一切的秘密。我钱还你了，可是不能说破它。金子啊，再帮我在肚子上吃一个鬼通好不好？是不是组长？一点美感都没有。哎，美感几个人懂嘛？不然这个肚子上这吃一个爆好不好？爆呀呼爆！疯我想啊，吃这不错，如果吃这的话，我决定在他身上刺伤双刀。不要动，这样一来他出拳可以更有力道。阿东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，他需要透过刺青带给他力量。竹子，你的刺青呢？还在呀。この花はな、地獄へ行く道の道端に咲いているっていう伝説があるんだ。だから人呼んで彼岸花。盆語で言えば万寿尺だ。根っこには毒があって、そいつを飲むと意識が朦朧としたり、記憶を失っちまったりするんだ。穿着刺青哦，他可是真的人皮刺青哦。竹子，有客人哦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满18岁啊？怎样？没有啊，如果你没有满18岁，竹子是不帮人家刺青的啊。那你自己是满了？我也刚满啊，等一下约喝个茶嘛。哎，啊，怎么样？跟我出去吗？走啦。请坐。以前有刺青过吗？没有，想先看看。这先给我，这里拿着，有需要再跟我们说。哎，竹子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小事情，我可拜托你。再帮我刺个刺青，刺什么都好，都可以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住住。哎，竹子啊，再帮我在肚子上刺一个鬼通好不好？一点美感都没有。竹子，拜托你了。哦，该拜托好唔好啊，大爷。西瓜还是凤梨？凤梨。
啊，阿妈，我问你啊哈，我今天碰到一个人龟，叫竹子，你记得吗？竹子。竹子。嗯。嗯，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，我没关系。啊。啊那个，我以前有个绿色的假发啊，你放在哪里？假发？你以前卖衣服那个模特身上的假发、啊。这个呢，我帮你找啊。是不是丢掉了？找得到哦，荧光材质不一样。阿妈，我爱你。你呀、啊，笨喽。今天就在这儿。就这样吗？嗯。今天这么快？就这样子。刺青的刀子啊？不是刀，是刺青机。那如果发胖的话，刺青会跟着变形吗？嗯，怪不得变形哦。那我想要刺这幅金色的画，怎么样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这花是往地狱去的。地狱？是彼岸花。可是你，我看过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身上有哦。是吗？什么时候？九岁的时候。九岁，九岁记忆不可靠吧？是真的。你还是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刺青吧。那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应该有刺青吧？你为什么刺青啊？我忘了。我的名片，小玉。嗯，我的名字啊。这我的部落格，里面有心情日记啊、照片之类的，上去看就知道了。拜。
今晚要独占我吗？嗯，世勋情人你好，哥哥今晚要独占我吗？回来了，来坐这里哈。嗯，这样子，嗯，竹子呢？会用昵称呢？会吗？是啊，你想要听小女孩的爱情故事吗？我刚谈恋爱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哦。真的啦，那时候我才九岁半吧。我常常坐在巷口等一个邻居少年经过，谁说不漂亮？有人不这么觉得，对不对？嗯，却再好就只能漂亮。我好看吗？哼，你很漂亮。你讲话好像外国人哦，你是原住民吗？不是。小时候我住在日本，我妈妈是日本人。基本哦，我都没有去过日本，我一个人好无聊哦。你要不要来我家玩？你妈妈不在家吗？我没有妈妈，我家只有我和阿妈。为什么你没妈妈？妈妈。妈妈她就是在地震的时候，阿妈抱我出来，然后妈妈来不及就被房子压扁了。好吧，那我送美女小绿回家好吗？好。我永远记得那个美丽的傍晚，还有他边骑车边哼歌的声音。大宇，瑞秋，啊，瑞秋的，学长，我刚录影，那你就开线了。
所以你没有受震到，你还能笑？你什么问题啊？你讲话慢就算了，你动作也慢。你不要光是在这边等啊，你要用点技巧啊。你就问他说是不是缺钱，需不需要哥哥帮忙？那么简单你也不会吗？真令人生气。没有必要骗人吧？是雪晴儿你好，哥哥今晚要独占我吗？是什么？我是小绿，这里面写什么？妈妈，寄上3000元，有空会回来，请多保重。没了。信很短。他没有问题，小绿。没有。这谁呀？小绿的妈妈。小绿的妈妈？我以为他妈妈不是。应该在台北吧。可是地震时候，他妈妈。地震后，他妈妈就带着他哥哥离家出走，留下小绿。他爸爸更没有，常年关在牢里。唉，喂，好，阿婆，我搬家的车来了。这样，那一路顺风了啊！谢谢你的巧克力，我会交给小绿的哦。啊。亲，该睡觉啦。今天没有故事哦。今天没什么客人，不过有个怪怪的女生来，她一直问东问西，还问我的刺青。她跟你要故事听哦？也不是啦，我不管，我也要听，你讲给我听。
の彼岸花の絵には破滅の気が満ちている。いいんです。親父さんの代わりにそっくり同じ彫り物を入れたとして、你弟弟还是回不来。可是，我可以更接近我弟弟。不过，你是个女孩子。俺は女に教えたことはねえんだよ。我并不柔弱。針が使えるか。血が怖いだろう。怖くありません。そうか。なら、親父さんの体に掘ってある掘り物な。剥ぎ取って持ってこい。你都是这样替客人量身定做的、啊、穿靴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这套制服比较好看呢、啊、哎，上我部落格了没？最近忙没空上。你都这么忙哦。嗯，布个空逛逛嘛，时间是人找出来的啊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上网。是哦，可是我还想说，等你上了我的部落格之后，我们再一起讨论刺青。你如果很赶的话，可以找别人。今天不想聊了。各位哥哥，要就直接独占，不要啰嗦了。有无？伊即摆要用占，你搁占起来。OK。等一下他开始脱衣服，你就按这两个键。记得要问他，要不要援交，要多少钱。赶快弄上钩，不要搞太久。不要搞太久，啊！
是300点不便宜哦。你什么都不想看吗？现在还好啊？你都有在听哦？你有视讯啊？用麦克风说话啊？怎么了？感冒？我啊，我是一个很开朗、很开心，偶尔会有点不开心。可是我想，我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，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，都没有人会管我。对呀，是我自己要做视讯的。啦，我都在家里呀、啊，怎么会遇到坏人？而且网络都是假的啊，我想上网才上网，我想插线就插线。不过有时候会被钟姐骂就是了啦，那个钟姐也是假人，我没有见过她。钟姐是网管，就是老板。你记得我，我也记得你，那应该就不算假人吧？记得啊，当然记得啊！我好不容易才遇见他哎，我告诉你哦，他帮我设计一个刺青，然后啊，他告诉我说他帮我设计以后要刺在我身上，然后再秀给你看，好不好？白日梦啊，是我记忆力好，是真的啦。九岁记忆力很好吧？真的。你是谁啊？干嘛不相信我？什么意思？臭爸爸，每次说回来，又不回来。好吧，那你回来时，要买什么给我啊？也可以啊，史努比铅笔盒，不错啊。竹子。
记住我名字啊？你的头发不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怎样？只是跟晚上不一样。哦，你上网啦？我没有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我来这呢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啊？你不是要我想想为什么要刺青？我想要留住爱情的记忆，所以我还是需要这刺青。是因为九岁记忆吗？九岁又怎样？真正把人忘记是大人，而不是小孩。反正我就是要一个爱情的刺青，我是说真的。哇，竹子，你真是全天下最伟大的艺术家，我好爱你哦。你呀，神经病，干嘛要排斥姐弟恋嘛？难道你都没有喜欢的人吗？太久了，过去了。那对方是女生吗？啊，果然我们性向是一样的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做不成情侣，你做我干姐好了，好不好？真是透了你。可是姐啊，为什么没有看过你交女朋友？说真的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，姐？反正我就是要一个爱情的刺青，我是说真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来？晚饭后吧。是，你累了。
没有。没事。今天霸东刺青，刺了7个小时，眼睛有点累，不过效果很好哦。他喜欢吗？他喜欢呢、啊，他还要叫我做他的干姐呢。不要。他开玩笑的。你会一直在吗？会呀、啊。可是有时候你比较晚来接我。因为要赶头吗？我不想晚上一个人。不会的，我每天都会来接你的哦，好吗？明明就有来，哪个呢？你好，谢谢你们点选小绿。今天小绿要送出一个免费的独占机会哦。如果你的身上有刺青，请秀给我看，我将会为你一个人表演，非常特别的表演哦。给我看你的刺青啊！你不给我看刺青，我就要表演给别人看咯。恭喜豪哥！你看，这些女的年纪轻轻的啊，比你还会吊人呢。装嘛，装什么清纯？骨子里还不都是爱慕虚荣，他们骗男人的钱呐、啊，就拿去买名牌、嗑药、养小白脸，没有一个好东西啦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现在在做功德，你懂不懂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些女的是欠人家管教。好哥，刚刚觉得我表演的怎么样？跟大家分享一下嘛。记得下次再来独占我哦。就知道是你，给我看你的刺青，我就给你免费的裸体。怎样？你还不是在挥霍你的钱？花钱独占会比较爽，是不是啊？我哪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可以不要上网啊，干嘛泡在这里都不敢承认啊？你要是真的瞧不起我，你可以滚啊，凭什么在这里说教啊？没种承认，还对我道德批评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小绿今天好累，要跟大家说晚安了。好吧。300点，今晚最后的独占。我想要留住爱情的记忆。
月光轻轻舞弄着小茉莉，等候着你走进我的梦里。小茉莉，请记得我还在这里。小茉莉在枝头上自然美丽，小茉莉，请记得我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竹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阿青，如果有人要刺这刺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他干嘛跟你一样啊？如果他一直拜托，你会同意吗？那他的刺青就是假的，我讨厌假的刺青，那不一样。就算是假的，你可以安慰他吧。讲话，我头都没办法转移注意力。嗯，随便骂骂骂我也好嘛。周子。刀王鬼头东就是我啊。侦查都快一个月了，为什么还不收网？我觉得犯罪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干你娘！什么叫犯罪啊？你菜鸟啊！跟我遵守啊！我你什么你啊？再做不好，叫你当制服警察，一辈子干警卫，滚！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为什么要上来？
你不该侮辱我的。怎样？为什么一直说这些啊？你担心我？你担心我干嘛？这很受不了哎，干嘛那么矜啊？害羞又装神秘。所以你是在吃醋咯？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希望你好。时间去试刀啊，他不在啊。啊，就我不要吵他啊，要找他干嘛？我找他确认一些事啊，确认他要不要帮我刺青啊。他这几天都在画稿，不太好惹。画什么啊？画什么狗屁画？真的？哎，老实说，他这几天心情真的超差的，动不动踩到他的地雷。我还以为他没有大姨妈嘞。对啊，男人婆也工作起来超严肃，都不温柔。啊，他不就铁梯吗？又矜又在那边装酷，还很自闭啊，还以为自己是真男人哦。丢了。你们吵什么？小绿。在忙哦，阿公说你在画图。嗯，是你的图。啊，真的吗？是我的图啦。搞不清楚状况啊，刺青是很痛的，我跟你说。通常男生都比女生怕痛。哪有？哎，那我什么时候来？明天来好不好？没那么快，不如星期五好吗？好，那我星期五再来。你昨天和今天都这么晚，楼长都喊就寝了，你才来。对不起，因为要赶图啊。咦，是这个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，就有故事可以听了。不是说有个客人想刺这刺青，但因为你不喜欢，所以我就画了这个茉莉图。哦，你还是随便讲个故事吧。
你很久没讲了。那讲你小时候的故事。我哪有故事？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只是你忘了。在这干嘛？还不去睡觉？我一个人不敢睡。阿庆长大了，要勇敢点，好不好？我想你都丢下我一个人。我没有丢下你，我只是去同学家念书。不要！什么都不要！阿青那么坏，姐姐不喜欢你了。就要像妈妈一样惯你了。啊！坏姐姐，坏姐姐，坏姐姐，坏姐为什么不理我？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吗？竹子，你看我啊！那天晚上，我应该掉下楼梯，他已经不认得我了。那不是你的错。如果我陪着他，结果可能不一样。那些都是意外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这不是我们的错啊！为什么？听不懂，为什么今天的故事这么怪？只是故事而已，别想了。我头好痛，竹子，为什么我觉得你在生我的气？没有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小绿，这是我的吗？是你的。是茉莉耶，所以不是那幅彼岸花。这是花给你的。
你画给我的。嗯，我懂，这才是我的爱情刺青。这只是一副痴情而已。嗯，这是爱情。我说了，我要一副爱情的刺青，然后你就画了这幅小茉莉。它只是一副刺青，怕你想太多了。什么意思？是我想太多吗？是你隐藏太多吧？还是你一定要我说破？你以为你一直匿名上网，就猜不出来你是谁？明明就有上网，你干嘛一直不敢承认啊？我不懂，你到底是看不起我，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感觉？为什么要记得所有的事？那你呢？你都选择忘记吗？我没有。告诉我你刺青的事好不好？墙上那不是真的吧？这是我爸，他死后弟弟什么都不认得，只认得这刺青。医生说，弟弟对家的一切全都失去了记忆。请你帮我刺上一模一样的刺青。所以你才刺的？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嗯，你妈妈呢？她回来了吗？她不会回来了。你还在生她气？嗯。真的，妈咪，你真的那么想我啊？嗯。那你下次回来要带我去哪里玩？东京哦。是不是迪士尼乐园啊？好啊好啊。他不记得我了，跟你一样。所以我常常都在想象，所有的人都在我的身边。
今晚要独占我吗？包子，可以送了。清晨下了一场雨，露水沾湿了夏茉莉，白色花瓣纯洁又清晰。都闻着你的呼吸，晚风吹拂青草地，夕阳染红了小茉莉，微笑着。竹子，阿公啊，阿公，阿公啊，公，为什么要哭？
对不起，我是新庄分局。像这样的病患啊，昏迷指数是5，已经算是重度昏迷了，能不能醒来很难说哦。把话刺在身上，我就会醒过来吗？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我只能活在虚拟的世界里。我会24小时站在这里。
你在说什么啊？小绿，是真的，我是他，我们今晚在操台，我们今。能玩的哭成这个样子，乖乖不哭啊、哦哦、不要玩了，不玩了啊、哦哦、不哭。入れ墨は痛いだろうが、
その分胸の痛みは軽くなってるんじゃねえのかい。你为什么会记得所有的事？那你呢？你都选择忘记吗？Mm-hmm.